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一个经文解析。我们先看一个地方，大家看一下310条，在课本范语初阶102页，这边在讲不定止，但在103页315条有提到它的用法，哦，它的用一零三，他说不定词呢。主要的用法相当于一个叶格作为动作的目的，它必须跟一，它经它特别是跟这个 shock 这个能够或是 are 值得啊，有权利有能力的一起用，那它能够说。那他可以后说，还可以去接什么？他能够说英文，那英文就是一个受词，可以吗？所以它基本上它是另外一个动作词，在梵语就是能够那它那类似于英文的 be able，然后后面会加 to 嘛那 to do。Something 这样子但是它没有 to 啊，can 就没有办法加 to 不定词，但不定当然就是 to 英文以英文的概念来比拟啦，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因为学习梵语，我们都是接受英语的一个文法的概念来做比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因为之前有一些经文呢，在不定词，它还要支配一个受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下次来读一段这一种经文，它很明确，因为有汉译本可以对应，所以在不定词，它会在支配一个受词，那受词。基本上是在不定词前面这是一个经验呐，那不一定是如此。好，我们先回到这个是实相，则是非相这一句啊。国传法师这一句应该对，它有两个句子，对不对？一个是压所带领的这一个是吗？这个一般我们称为 relative clause，它是复数的，它要去修饰别人的那另外一句呢，sa 对吗？那这个叫做 correlative，correlative。好，那绿色这一段，它是主要的句子了就是比。绿色这一句怎么讲？不是，他怎么理解？他就是悲向。悲向嘛，是吗？啊，something 悲向，something 是想的我们待会再来讨论，到底向跟想，对。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性然后呢，蓝色的，蓝色鸭这一句，就是说，之前所讨论的实相。之前。
世尊啊，先啊一下，世尊啊，以是此实相是吗？哈，实相。真实想啊，真实想。那这两句要怎么结合在一起？A 是 B，A 是 B 了啊，可以这样子，就是说这个 B。这一个 B，等一下啊，看一下用。这个笔呢，它的内容就是吗？哈，因为整个这个蓝色就是在说明这个笔是什么东西了啊，可以吗？啊，所以我们把它塞进去，是吗？啊，这个笔呀，就是。真实想嘛，啊，此真实想可以吗？所以这个是一种方式了，就是此真实想就是非想，可以吗？就是因为这整个后面。就是在说明萨，对吗？哈，然后再加上世尊啊，是吗？是吗？你是这样理解吗？那厉害了，你怎么理解？你理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你的翻译，你这之前没有意识到那个鸭是对啥？是没关系，我了解一下，当时你怎么理解？就还以为是，因为看到下一句是卡，所以我一个句子卡在一半。哦，就卡到了，那就我们看一下卡的时候你怎么理解。哈哈哈没，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就是我们可能在哪里不清楚，就会产生这样的理解了。那这个我们也要了解一下。你那时候怎么翻？这个鸭最后学生就放在一边，你就不理他。因为想到就是后面不会接的他，后面接他什么意思？另外一句。哦。就是说这个句子不完整是吗？没有，它是完整。中文已经完整了。OK， 他啊，他为什么是他呢？他的是吗？呀，你是以为有一个呀的跟他的嘛？那个是中性的，阴性就是沙嘛，阳性就是阴性是沙，阳性是沙啊，中性是他，可以吗？这是性别的关系啊，它不一定要有一个他，他的是要中性才用的嘛，啊、哦，可以吗？这边顺带讲一下，因为这个代名词啊、哦，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指这个 yad、tat 或是 yasa 啊、哦，它基本上应该要。性跟数要一致，才知道是对应谁嘛，对不对？啊、哦，这个对应的一个关系，基本上是要一致的，啊、哦，可以吗？就类似英文，比如说你用一个 which 的时候，你要修饰那一个东西，它如果是复数，你后面的动词要跟着复数的，是吗？哈、哦，可以吗？所以基本上它是要对应的，但是因为它是一个代名词，代名词它经常会
受到后面这一个束缚的一个性束格影响 ，predicate 可以吗？这个再给大家看一个文法，就这边是另外一个情况，但是不一定会如此啊。文法书也有例外啊，所以基本上，当我们有时候这个性别不一样，我们之前就是说它会少掉嘛，有时候会少掉，对。但是现在还有另外一种理解方式啊，就是Nominative singular。Nominal sentence。但不一定，因为我们现在虽然有这样的一种说它的一个可能性啊，但是它基本上也不一定是如此，因为有时候它就是前后是搭配的，跟后面的 predicate 是不一样的一个，因为基本上如果两个实词呢，它的性别不用一样，但是数。对，这边我们看一下啊，哎，我们来，吉祥帮我们翻译一下，好，念给，In Sanskrit adjectives use。Predictively agree in numbers. Gender and case with their substantive, just as when used attributively. 有点困难了啊，它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一个形容词，它如果作为这一个数不 predicate 啊。那他就要跟他所要修饰的这一个实词啊，他的这一个 number 就是数 gender 性别还有 case 都要有一致的啊。The predicate may, however, be another substantive， 也就是说。我们说 A 是 B， 对不对？那 B 应该是所谓的 predicate 数部啊。我们看一下 predicate 这个字，这个文法术语。来 ，the part of a sentence or clause containing a verb and stating something about the subject， 可以吗？好，我们有个 subject， 那后面全部都是 predicate， 是吗？哈，比如说 went home， in John went home， 啊 ，John 是 subject， 可以吗 ？went home 整个都是 predicate， 啊 ，predicate。好，那如果比如说 John is handsome， 那这个是 adjective， 那他必须要跟 John 的这个的 case number 跟 gender 要一致的啊，所以是 adjective。但是如果 John is a teacher，John is the teacher， 就是后面那个 predicate 也是一个实词了，就是这边的。A predicate may be another substantive， 可以吗？啊，就是一个实词，就我们这边简单用名词来代表了，啊，可以吗？啊 ，And then agreement of number and gender is not necessary，
它没有一个必要，也就是说，就两个名词了哦。那它要对等的时候，那它的数跟性呢，它可以是不一样的色是空，对不对？色是什么？性别啊，rupam 好像是中性，对不对？色是空性，对不对？它是中性，对不对？空性是阴性，可以吗？在心经里面，色是空性，空性是色，它是两个 A 是 B 这样的一个结构了那 A 跟 B 它不一定要同性这边数还一致，可以吗？但他这边说 number 也不需要一致的这个是梵语的一个情况可以吗？不一定必要，但是我们经常看到都是一致的啦。好。所以这边有几个例子：If subject is the pronoun, then the predicate is a substantive. The pronoun usually 就是经常 reflects the number, gender of the predicate 可以吗？就是 usually 它不一定是 always 它是经常。所以这个是可能我们遇到。就是呀，跟它不一样的时候，那个后面那一句的代名词，它可能会跟后面的实词会受后面实词影响，懂意思吗？这句话它表达这样的一个情况reflect 就会反映后面的the predicate 的 number 跟 gender。可以吗？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是一个以后我们再遇到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理解。假设它跟后面是一个是格位跟 number 一致的时候，可能是受这一个规则，就是它可能是符合这样的一个规则。但是也有例外的啦，也就是说，yet 跟 tut 它是同性数格是一致的，跟这个 tut 后面这个句子里面的 predicate 的这个实质的性数格不一致，这样子有这种情况反正这是一个规则可以吗？突然想到这一条规则。有什么问题吗？现在老师没有好，那先这样子。好，所以这边就是刚好了，就配合得很你就刚刚那一个规则可以用在如果 ya 跟 tat 性别不一样的时候它可能是受后面这一个。它的名词所影响，那也可以理解成它少掉了一个少掉一个 pronoun，或者是这个语词，或者是这个 correlative，它经常会被省略的有被省略这样的一个文法也可以用，就是两个都可以用，可以吗？好。所以，那如果英文来表达的话呢，就是 sa 就是 lot 嘛，呀是 which，sa 是 list 嘛，
which is this 这个什么 real idea 是吗 conception 啊、哦，嗯，这个 something 啊 perception 是吗 conception 一般想我们用 perception 啊，但是这边可能。嗯，啊，你是想我们用中文，你是真实想啊，is。这整个都是这个绿色，而不是蓝色的部分，可以吗？啊、哦，整个蓝色部分在英文的表达就是插在中间了、哦、因为英文的这个子句修饰要跟在要修饰的词的后面，才不会搞混了、哦、你若离开。就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修饰另外一个东西啊、哦，所以它会跟在后面 ，is 飞翔啊、哦，可以吗？啊、哦，所以这个沙就是 that。那这个 lot 的内容就是由雅来修饰它，来解释它，它是什么内容呢？就是凡是实想者啊，即是非想啊，是实想者，则是非想；我是实相者，则是非相。好，所以这个。立恒对这一种句子现在稍微可以掌握了啦，就是它是一个有一个句子要去修饰另外一个句子的那个代名词，因为它没有被指定是什么，它透过一个句子来描述它，那它就是是范文经常会出现的一种句法。好，再来，这个是三十二相观如来啊，啊，这个显善法师还没有，来，那我们先请普慧法师念一下，啊，他听，他听，玛雅色娑婆提，那，达沙那，达沙那三，三哈达。Drastaviyaha 对，后面要再重复前面这个母音啊。好，来，请善法师换他。须菩提呀，你怎么想的？好、哦，须菩提呀，等一下哈、哦。所以世尊在呼他的弟子，没有加 title 了啦，哈，直接喊他名字，是吗？哈，那在第三者在描述的时候，他才会用，啊，用旁白的一个角度来描述的时候，才会加 ayusman 嘛，是吗？好，须菩提啊。你怎么想呢？是吗？
学生长大的都是阻隔之类的。这个都是阻隔，真的吗？书有这个应该是句格啊，它是三 part 的，它是子音结尾的，来是吗？啊、哦，对对对，因为你看，如果有被动的话，通常会有一个句格。这个是一种，我们都要猜啊，就是看到有被动，那应该对它是指音结尾，它在哪里？刚刚那个表，这一个哎，有一个这个嘛哈，哎没有，不是指音结尾。它算是单干的啦，哎，没有啊，印象中有啊、哦，这个啦，二音，不是，有 T 单一直干的这个 Marut。有没有的？是吗？哈，它句格是啊这个音结尾，有没有啊？你在阴性、阳性都一样，但是三 part 是什么性？阴性，对不对啊？所以它就跟我们这一个。表格的 apart 可以用这套用在这一个、哦、所以现在通了啦、哦、嗯，好，怎么想呢？如来是吗？然后后面那个是可以去看见吗？可以看见吗？这个是 PPP 对不对 ？FPP 对对，音是吗？哈，音背，这个是看见是吗？音背见看见，音背见是吗？然后呢？去除像啊，以像的去除是吗？啊，这个是极多的翻译是吗？这个啊不是，这是跟极多同等级的翻译。欢迎。这个等一下，须菩提呀、啊，哈、哦，你如果按照极多，应该要这样子来哈。相具足，你怎么想呢？哈、哦，须菩提啊，都不要用标豆，你怎么想？哈、哦，那个以相的具足是吗？啊、哦，相具足的前面如来一接。哎，他为什么没办法？跟极多同等级，以相具足，如来应被见，是吗？哈，是吗？啊，照翻了、啊，极多就是按照持续这样来翻了、啊，那基本上。那如果是可以理解的中文，应该怎么翻呢？这个也可以啊，你怎么想呢？
来因以，就是这个可能就要调动一下这个以的位置了，还有因啊，这个因把它包起来，把以象具足，以象的具足。来因以象的具足被，就是因本来被了解，这个见是有认识的意思吗？观嘛，中文用观，对不对？因被观见。所以，因被关键，它应该是在一起，但是在中文里面，是中文表达，它就把以象具足，把它包在这一个因被关键这一个词的中间，会比较顺，可以吗？有没有问题？国传法是 OK 吗？就是如来因以象的具足被关键吗？是吗？是吗？是吗？可以这样，立恒对这一句有没有问题？没有了啊，就是主要的问题就在这个是句格啊，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他表方法，这边的句格就表方法，对不对？前面的那一个。涕泪悲泣的句格表原因啊，他这边表方法。好，再来是揭晓。国人法师，你们有做这一个吗？你们要不要试试看？没有，做不做做太多了哈。好，揭晓。然后八卦湾。啊哈。啊哈，不是阿婆，师尊就回答说，差切就是那个，胡，还没还有一句，Evan etat ba，先跟我们讲巴嘎沃，巴嘎沃，哇，是那个巴嘎沃的，他应该是。它应该是连音变来的啦，应该是。对，它从。啊，高半是吗？哈 ，N 遇到 L 的音是吗？有没有这种规则？有。有哈、哦。但是怎么样？怪怪的。好，看一下。鼻音嘛，哈。140条，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表怎么说啊？应该是鼻音再加上 L number two， 但是它也哦，它是变好，它应该是变这一个了啊。有另外一条是。有来第几条来？可是我是看那个金刚经的。金刚经的。我不知道那个。拜初阶恩的连音在43页，大家翻一下啊，43。43是 N 的这个、外连音、
他如果是遇到 L 的音，他会前，他会变再加 L。基本上，正常的一个规则是这样。如果是《金刚经》的这个101条，它如果是 T 还是 T 的， T 的就符合我们目前的状况。哦，那它是 T 吗？巴嘎瓦这个东西。巴嘎瓦啊。所以如果是 T 的话，所以这个应该是什么格位啊？有没有 Bhagavat？ 有呼格。呼格嘛，哈。中心。中心。中心呼格就有。中心呼格就有 ，OK， 好。是啊，哈、哦。这个是从那个，给你查一下那个。尼泊尔的版本，好，这个应该是呼格啦，哈，那，那经文不一样，哦，好好，对 ，OK， 我想起来，为什么挑这段？因为须菩提的回答这边是 yes 嘛，对不对？但是尼泊尔是。前后，他这一个问题，他打了两次，有没有？这《金刚经》这样的一个问题，佛问了两次，一个是在波尔道导依照导师的分派，一个是在方便道啊。方便道他就说 yes 了啊。那导师有说为什么他会答 yes 了啊？什么原因呢？这个是以化身的角度来看，一化身，前面那个是以化身的。前面是法身，所以须菩提。都是，我看，对。对，所以是般若道嘛，方便道就化身了，是吗？啊，那这佛又说不对，对不对？啊，还是不行啊。金刚经你们念过了吗？我看你们好像有一点疑惑，有这一段吗？OK， 这一个我们这样子好了。那不晓得什么原因他是这样子写。如果是标准的这个古典梵语呢，应该是这样子啦。Bhagavan， 他应该。那如果是标准的话，应该是阿嘎，对不对啊？可以吗？就是，对 ，n 再加上 l 会变成，加上。在梵语初阶第43页的表格140或者是139，这个梵语初阶的139词条139，或者是表格它是在140。鼻音化的 L， 好，所以它这边出现了一个跟我们的古典梵语规则不太一样的一个连音变化，可以吗？哈，这当然也有可能是 typo， 我们可能要去对一下那个 manuscript，
他因为他是转写过的，然后 manuscript 可能有了、哦、不知道，因为对 M 可能就是加上 M 一点的嘛，哦，他可能有一点很容易可以把这个字上面再加一点，就是有个嗯在前在后面的嘛，哦，他再像两个 L。Lakshana Sampada、哦、都这可能 要再去对一下、哦、好，所以这个是 vocative、哦、好，那接下来它什么意思、啊、有吗？有，它就是如是，然后巴嘎巴就是世尊，世尊啊，如是啊，如是的什么什么他的这边什么意思？欸，他是死，不过他在沃克哈拉，他有时可以把他两个看在，就是合在一起来看。他是一个片语，是吗？片语，然后如是，啊，就意思是如是。意思是如是了哈。欸，其他的字典有没有？现在老师没注意啊。Avan。Evan et Hart， 他 et Hart 他也可以当副词用是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一般是指前面的，他这个代名词，他指前面所说过的东西。那它好像也可以当副词用 ，give emphasis to the personal pronoun， 那是加在另外一个 pronoun 前的。Generally refers to what preceded。对对，就一般它是对前面所说的啦，哈。还有副词用 in this manner the so 啊 ，Abraham 也是 so 嘛，哈 ，so so 啊，是 yes yes 嘛 ，so 是这样子的啦，啊 ，Abraham 也是 so 嘛，啊，然后 Etal 也是 so 啊，好，都是用这个意思的话，就跟 Abraham 的意思差不多一样，对对是的，几乎都是。然后，所以中文是什么？如是如是是吗？如是如是。两个嘛，哈。像是如是，他讲了两个如是，那应该就是 Evan et Hart， 都是如是嘛，哈。So， 中文翻译就是有两个如是嘛，哈。好，所以在玄奘的译本这边，他还是回答不可以以三十二相来见如来的了，哦，是吗？所以有些人他就觉得这个罗什他这边搞错了，哦，翻错了，还好有这个版本支持他，因为之前尼泊尔版本这边是不支持罗什。对，玄奘他这边也还是说不是嘛，全部都说不是嘛，都不可以三十二相来见如来，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就是说，所以，玄奘的那个版本，他如果是前后都一致的话，那就不晓得要怎么理解。懂意思吗？就是是不是可以用般若道、方便道这样子来分判，哦，因为他两次都答对嘛。那或者是说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当他内容有不一样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些修行上的概念就不一样了，解释方式就不一样了。可以吗？哦，如是如是啊，哦，
世尊啊，然后呢，一样嘛，一样的就应就是正面的回答就是，如来应该以相好具足来被见。如来应以相的具足被观见，也就是圆满了啊。具足就是三，它是一个圆满的相嘛。那后面世尊就继续问啊，如果 你认为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可以三十相来见呢？具足身相，那它就也比较具体的嘛，三十相。哎，这边也是吗？他也答 yes 吗？是吗？先是具足相，然后再问三十相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我这边会多一句？他这边没有问那个三十二相，三十二相是中文的啦，可以三十，对对，不好意思，好，那世尊就说，如果可以具足身相的具足来观如来的话，那转轮圣王他应该也就是如来啊，好，那这个我们就下一周再来解析他的一个文法啊，那这边大家特别留意这个。这个版本跟其他的版本范本是不一样的啊，尼泊尔的范的那个版本经文不一样，那尼泊尔版本跟玄奘大师的译文是一致的，那这个版本跟鸠摩罗什的译文是一致的啊，所以各自有汉译本的对应，懂意思吗？所以以后我们在读这个梵语佛典遇到。跟汉译本不同的时候，我们要留意，它有可能是底本的不一样，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而不是不要说这个汉译本翻错了，范本才对，没必要有这样直接下这样的定论，就是它有可能了，有可能是底本就有所不同。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最后，好，我们就到这边了，好，下课。谢谢老师，谢谢大家。